Perfect RQ 在韩国是被公认的热门歌曲标准，所以这一记录很难创下，对于新团来说更是难上加难。不过今日新女团 Allin 的凭借出道曲 Magnetic 登顶真理日榜一位后，终于达成了一员 Perfect RQ。 至此 Allin 成为继 Blackpink 后第二位一首张专辑歌曲达成 Perfect RQ 的 K-pop 组合，他们历时近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这一成绩。虽不能比拟 Blackpink 六天的记录，但在新生代中可以说是新晋音乐的大事了。当然面对此成绩，再加上一直以来的音乐注水争议，网友的态度更多偏向了吐槽，纷纷留言道，注水注到红就可以倒因为果了，营销大成功。在 HYBE 大战期间， Allin 的获得这样的成就真的有点微妙。另外还有人表示，说实话感觉反正最受伤害的只有 NewJeans，会不会在这场内部斗争中 Allin 会取代 NewJeans 成为新一代大势女团呢？表达了对 NewJeans 未来的担忧，对此大家怎么认为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